있어요. 예, 이번에는 양측 뒷뒷과 돌아서 예배합니다. 所以等一下大家就可以知道说等一下那个羚羊要互动的话你只要把饲料的话它就会跟着你走了、啊。 小姐，小姐，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小姐，小姐，银行老师。
什么样学的工作？哦，你怎么听我讲话那么甜蜜蜜的？听你的，打回来啦，欢迎好。大概开玩笑，这个梦想家真的很勇敢，可是他的工作非常夸张。你现在不说话，开玩笑，那个不要怕，我跟你开玩笑。可是他的工作也没办法三七干两小，太野，而且你的工作比较重要。对，我讲一下。好，那你的工作其实是帮牧羊先生做分羊的工作，所以就是为这个羊分来羊去啊，羊下来。所以过来看一下，怎么羊怎么拉下来？我刚才用一只牧羊犬推下去，接下来我用另外的品种，这个刚才推上去叫 Hunterway。另外的各位，我们给你看一下。好，那小姐，你的工作很重要，这里有两扇门，对不对？请你左手握这个门，右手握这个门。等一下，所有的羊会从这边冲过来。你看到黑色的羊关在右手边，里面有毛的羊跟你关在一起，其他的从中间出来。黑色位，来帮，嘿，羊可以下来吗？哦，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训练完了。可是牧羊犬已经偷了上去了。哦，为什么关你看不到？哇，你看右手边，快停。大家仔细看到，牧羊先生派上牧羊犬之后，所有的羊一旦发现牧羊犬，就要先聚集成群，而且由领头羊把所有的队伍带到牧羊人所指定的地点。我们发现，哦，所有的羊看到牧羊犬真的聚集在一起了，而且一路向我飞奔，准备冲下来了，对不对？但是大家仔细看到，说时迟，那时快，所有的羊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快，是没有办法掌控的。但是万一跑过了头怎么办呢？大家仔细看，斜坡前面还有另外一只牧羊犬出场。有没有听到？哎呦，接下来怎么办呢？接下来牧羊先生身旁还有另外一只牧羊犬。其实场上的这只牧羊犬，这几只的牧羊犬都有它各自的工作哦。其实大家有没有仔细发现，牧羊先生现在把所有的羊绑在斜坡中间这边，最主要的目的是斜坡上有两片木板。牧羊先生要让所有的羊从中间排队通过，所以如果你冲过了头的话，也就不合格了。所以牧羊先生接下来就是要让所有的羊从中间排队通过。仔细看，你们看到，另外一只牧羊犬就会绕到后面，把后面的队伍往前推。那旁边的牧羊犬就修正它的位置跟方向。那牧羊先生旁边的牧羊犬就是要看说旁边的狗，哎，旁边的羊有没有办法顺利通过？哎，全部的羊通过了，有没有注意到？请大家给牧羊犬掌声鼓励一下哦。好，那接下来洪小姐，你不要看牧羊犬哦，你的绵羊已经过来了。你的工作很简单，只要把黑色的羊关在右手边，没有毛的羊跟你关在一起，其他的从中间出来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就请大家做好准备，看我们前面所有的羊出来跟大家一一的来见面哦。出来这些羊，哎，其实大家们仔细发现非常的可爱，对不对？那今天小姐的工作很重要，一年最少，小姐你夹到她的头，你是来分羊，不是来杀羊的。好，要仔细看。